他比赛他的会战输出就没有打的嘛。哎，先给这位来自了 LSC 的冠军。冠军中单。我跟你讲，伊利轰手啊，伊利轰手，到底你觉得他的分数是多少？到底有没有要封锁轰手他？那他的分数一个家里哦，用种以抢代边的方式，一个很不错的 BP 处理。那这场感觉怎么样？也很值得来看一下两边去处理家里欧的方式，因为。努力，你只要让他拿到，他一定会有机会选。视野前面先做了，就这时候要能推线了。巴德开牌 Q 技能没中，哇！哎呀，痛啊 ！RNG 二队 ，RNG 二队 ，RNG 二队辅助前期掉了半条血量啊！这里奈德利反也是反身入侵了。格雷夫虽然说是往上刷，但他走掉了，对，并没有 cover 到悟空哦。悟空准备要先交啊，兵线不够了。那这样，对 ，Slay 这边就打了一套。双方的辅助很激烈的交战，另外一边格雷夫，哎呦，滑了进来，巴德坐车包抄一个虚弱，压住 UDD， 烟雾弹也照上 Q 技能，有打到定在了墙上，但草丛里面的眼睛感觉是慢了一点，输出只有一下，或 TP 赶来，奈德利也赶到，闪现的格雷夫在墙边撞墙了，一技能有没有下去了？但左边巴德已经死，而且一个标枪油进来挡，但闪现下来要输出的欠九伤害足以将格雷夫给带走。虽然被加里欧给锤起劲带走人头，但这一波双方是各有投资哦，但那样投资给劲的一个发育并不会有太多的好消。这一波我觉得感觉蓝方打的有点太过深入了，虽然说他们是先知道奈德利刚在靠上，所以一直有在规划想要靠下这个打法，可是其实他们花了比较久时间，包括刚刚巴德在清眼的时候也被瑟雷西挡住，花了消耗掉一些时间。双方会看到 TP 下来的悟空也很果断，就是等着假杀，加里欧也跟这一波集结速度，海绵宝会来的先比较快，靠着奇幻旅程包到了后面。不过 TP 先来是鳄鱼要保护，瑟雷西还顺势限制了在左边草丛的人员，库奇跟奈德利也从左边来这夹击了。悟空 TP 怎么又没来？这个夹击要夹死喽！悟空 TP 怎么又来？现在才来，有点来不及耶。队友要被夹，悟空的位置是可以绕后面的，好像还行，准备开爪，一次带走两颗人头，第三颗闪现带抓，但奈德利也是靠着自己的闪现往右边进入草丛。那上半波突然要给个机会了吗？狮子王被掠食者给贴上了，靠着位移的两段是拖到后方的位置。不过第四个人也来了，进的包抄，掠食者很快，那四个米米帮的成员抓到了米米米，但是中塔直接暴打，中塔掠食者怎么说？巴德的大局来得及吗？来了吗？律师者头撞下去爆了，巴德大局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哦，狮子丸用他的命去换掉了中路的外塔，这波狮子丸的牺牲很值得哦。但悟空从右边来了，直接开转抓到奈德利，奈德利一个跳跃补血，但悟空的第二次转搭配加里欧的登场，默默突然就觉得他超肥了。这个我觉得要问子宝，就是要怎么样就是存钱？哎呦，很重要，会忍不住花掉。真的会忍不住就是不赚钱，然后去想的去支援去打架。对，但下方突然一个闪晕要杀悟空，悟空交了闪现往右边走，烟雾弹罩住，好吧，还是往前一技能，还是被直接 CC 控制住。库奇的赶到，跟着鳄鱼要反打，凝滞命运定住了狮子丸。努力想要 carry， 但这波其实是个四打二哦，一个嘲讽，库奇飞走了，狮子丸你还是下去吧。这里努力没有办法，只能卖掉后继续的输出，有一个灯笼打到底后再交灯笼走，那是可能自动减伤。哎呀，这前面的换血有点一面倒了啊！这个把自己的分身用掉之后，是玩蹲点抓到位置，看到直接闪晕 Q， 但他这个 Q 比较可惜，是他没有开到红怒的技能，不然他的 W 也没有用到。所以后续在这个满怒的大局的情况下转这个 Q 技能，好像也没怎么影响。努力是几乎把两个人的血量打到最低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哎呦！感觉库奇是有的，不过他有包裹呢，包裹，而且这个是有三项的库奇哦，他现在是控的，看到悟空了，悟空应该是可以直接硬上去打吧。悟空在窄口区被封锁了，哇，但龙真武都轰进来，伤害其实挺高的，库奇已经残掉了。悟空选择是进场，被虚弱搭加里哦，要开转，但鳄鱼一个一技能就拉掉了，反身回勾勾到加里哦，好吧，少爷没有想要打，库奇的状态太差了。后面坐车过来的格雷夫想贴瑟雷西后，加里哦闪现的一个嘲讽，嘲两个。但这个伤害够吗？其实悟空是在家里的，正在找寻 TP 的机会，但也不用四个人夹击把辅助给夹掉。对，一波进场带加里欧进去之后，他没有开大，然后再为自己的加里欧多争取一些时间，所以后续加里欧是交闪现，然后硬嘲讽到了三个人，才勉强把这波人留下来。这个悟空其实绕得不错，但被库奇先行发现，第一波就打掉了库奇非常大量的血量，然后这边他又被一技能爆开来的伤害打到剩下一点点血。
所以会战打起来一定是蓝方这边占优，但刚刚悟空应该是一进场就直接被晕住了，所以也没有开大，后续只能仰赖着巴德加里欧他们两人的进场。然后这边他当然是想说回家，然后试着 TP 到后方的位置，但没有眼睛给他飞，所以最后就是一颗头的交换而已。错，这也是直接倒在了下路位。哎呀 ，TP 来了，突然要夹击了。加里欧 TP 有掠食，专打狮子丸呢，我合理怀疑专打狮子丸，那一定是有人派来的。那时候我就先问狮子丸，你是谁派来的？啊，没办法了，你不知道，那你就不够宅。好不好对，冰剑来了，从后面出手，但悟空脚闪现，直接转了两个人。不过库奇有包裹，拉到一个好位置，要准备开始输出。前方的艾希已经倒地了，悟空再一次的转，把库奇逼出了伤害的位置。近在前面已经拿下了一个 double 标准的 triple， 这第四下的子弹打到了库奇，让库奇几乎没有输出的可能性。巴德开车往右边走，要来抓。加了一个虚弱，直接在他脸上让镜开始输出，镜交了一个闪现，再交了一个近况往前，就是想进攻，那库奇已经飞走了。有被视野看到，但感觉红方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。他刚刚其实在经过河道的时候有被视野看到，然后这边是闪的冰剑 ，Oh my god！ 直接打加里欧准备进场，哇，这个闪冰剑的阿流忍搭配加里欧，这是完美会战。对他先进场了，然后再叫后面的这些子弟兵，这些西洋旗的子弟兵冲进去，直接扁了对面一顿。现在都在讲宅的东西，没错，我在说你很厉害，你得跟上。对，我这个御宅族要准备登场了。那这一波的进攻，看起来这一个看起来画出来的不是火，而且迷路了，自转还撞墙啊！哎。冰剑顺势出手，鳄鱼在前面，天甲起来，所以还是交了闪现过强，成功的逃命在悟空组这边来，影之命运还留到了库奇，留到库奇，库奇没办法输出，赶紧交了闪现退场后，连续的子弹进来，狮子丸已经先倒了，后面的悟空也顺势跟着中路的队友来做集结，一个嘲讽，幸好靠着治愈，好白痴少爷的双人组是射手成功的撤退，但前排已经全面的倒地，哇，这个要一波倒了，狮子丸的致命失误来了。哎呀滑倒啦，鳄鱼！看来他很了啊，他知道什么？就今天的话，我们的节目是要等他打完才有的。他看起来很想快点结束。哎呦，狮子丸！哎呦，不错哟，摔跤啦！哎呀，这里出现了问题，比赛结束。在忍者哈特利里面的话，是要使用忍术打屁屁之术。